装黄豆的袋子可以拆成三层，用来防止陶瓷器的碰撞。巴拉圭人医会医师马尔达和女儿在复出中学会环保，他们一趟回来可不简单，要经历四天航程才能抵达台湾，但他们一点都不喊累。我们对那个 TIMA 就是人医会的爱是非常的宽广，远大于这个距离。最重要就是对上人的爱，所以他们一定要来台湾。子女呢都告诉他说，金色是一个学习做人做事的地方，所以每一次来金色呢都可以学到新的东西。在这个野姜花做的，知道吗？做什么？做进入啊。也有许多海外志工假期不空过，来到花莲静思精舍，了解法师们自给自足的生活，透过实际体验回归简朴，也借此修身养性。大爱新闻线上吴国家花莲报道。